关晓彤健身照流出，暴露丰满好身材，网友说难怪鹿晗寸步不离了。说到关晓彤这个名字，我想大家肯定会先想到她的男朋友鹿晗。当时他们很高调的在社交平台上宣布恋情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最近由关晓彤和鹿晗共同主演的电视剧《甜蜜暴击》正在热播，不知道小伙伴们都看了没有。不过小编在看过这部电视剧之后表示很尴尬，因为鹿晗和关晓彤的演技实在是不在线，表情动作都不到位，全程都是在尬演。我们都知道关晓彤在《甜蜜暴击》当中饰演一个外表很冷酷的格斗女王，仅18岁便能取得正则联赛冠军，真是厉害了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关晓彤也是经常锻炼。前段时间关晓彤的健身照流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了吗？关晓彤很认真的在健身啊，可以看见她已经满脸全是汗了，衣服也被弄湿了，不过她还在坚持锻炼。有人说这张健身照暴露了关晓彤的丰满好身材，但是小编咋没看到呢？还有网友调侃到，难怪鹿晗寸步不离了。